阿卫会部署哈总从三款金人筹给法，苗栗人的中南金筹靠向，苗栗市韩国市探向，总共系得到嘞为贵一个应该部署，为了两时间向前，为就汉那好改从三空间。后半向前来顺通是非，还未判下种即欠发通。其中草桥乡出入无汤改困难，韩国提出用肥膏改丰富国小来做计划改充填，也顺势通过下位肥改核定，得到了2700万元的补助。推起来的运通厂改片的上能插错无整理，一边是1803年的时节，沿着苗栗县政府新做新光国中教，而协助学生来飞特的丰富国小，沿着地台十三线的路顺，附近呢也有草桥乡有名的木厂，学校飞特以后由三福单位来主教室做办公的位所，是不过其他空间是无人治理，今年主公安打算，草桥乡国所主来提出计划，同下微微争取，合作创新环境养草计划。难得。提供本贵乡的经验，包括着各种各小学生的也好，也是沙企也好，也是青创年的运动场所，包括着爱好球场也都安样的一种设施呢，利用这种空间呢来做一场非常好的客家 BMP 做一场太和堂的风雨亭的这种设施计划。初期向公所讲，大批丰富国小附近的60龙土，还摆丰富国小会整理做办露天的综合空间，唔但请做得提供乡民来搭桥的做运通，咪做得来做客庄的创新实施，咪做得来办客庄贴实发通，相信大批60龙土会很快响应来了，也恐常安算二一年来做。那这部分到今年的年底，好，那我们会开始进行工程的发包。那预计在明年的年底之前呢，那希望把这个工程能够把它完成。除了初桥乡丰富国小，还有中南博爱工业、苗栗市的福神山工业、石潭乡做木村四十乡镇，通过一项总共9900万的补助，各乡镇每位用无糖的概念，提供四乡镇的居民认识客家运通有料的味素。客家新闻总资面苗栗报道。